可以，我觉得这场我自己首先发挥的还可以吧。然后虽然第一局是6领先，被对方追回来，然后整体发挥还是不错吧。被对方追回来之后，然后自己心态也控制的比较好吧。然后对手其实也特别能拼，可能年龄比较小，然后但是他的单板质量很高，然后技战术都是很有套路。对，感觉状态还可以吧，好一，比德班稍微好一点，多打一打会。单打啊，我主要还是把我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吧，对，然后减少一些就是没有必要的为失误吧。